整个大腿、小腿都疼，感觉下楼梯都很吃力。你哪一条腿？两个腿都疼。好，我看能不能缓解一下，老师？可以，可以，绝对可以缓解。你现在是怎么痛？就是捏一下特别疼，就是下楼梯也是。大腿还是？大腿还有小腿肚，大腿内侧都很疼。大腿，好，大腿还有包括内侧也在疼。对对，还有小腿肚也。小腿肚后面这里是吗？对对对。这里也疼哦。这里是属哪里的？胸椎啊。那如果要揉它，你两腿的小腿肚都在疼是吗？嗯。好，我在讲小腿肚的时候也没有做给大家看嘛。好，刚刚找不到患者嘛，哈，我先做他的。胸椎给大家看，好，你这样多久了？今天还是好几天？前5、6天吧，开始。5、6天前开始。做剧烈运动，后来就又一直就没好。哦，那这个小事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他的小腿肚，你说这里都还在酸是吧？对。确定哈？对。如果这里确定在酸，这里一定有问题。这里疼吗？有点。这里呢？这个不疼。好，这里不疼，从这里开始有一点。啊，这里呢？这还好。这里都还好。这里呢？哎，这里好。这里疼了，这里疼是吧？嗯。就是这里。这疼。啊，这里呢？有一点啊，真正疼在这一点是吧？是哈、哦，好，这一点好，那我再对过来这一点找啊，这里呢？这里还好，这里呢？这里有一点，好，那我这里上面找找看，这里有没有？这里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有是吧？这一点，哦，这一块好。这里也疼是吧？这里也疼。好，那么他的痛点在这里，所以他的小腿肚上胸椎嘛，对不对？我找下来就只有这里，那我确定他的小腿肚一定是在这里出问题。哎呀，好痛！左边这里更疼，好。你平常会不会胸闷啊？还好。还好。颈椎这块不好，老是。好，那好，你先下来看看你那个小腿肚。哎，好神奇哎，真的很松快了很多。是哈、哦。对对对。确定哈、哦？是的。是。那你小腿肚松了，但是你刚刚最主要是说大腿还在酸是吗？对，大腿内侧还有这个后面。我有没有处理大腿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让你们了解，我现在只是处理哪里？小腿肚，就真的小腿肚就在那里，所以小腿肚就在胸椎。那我先处理胸椎给你们看，其实找到了痛点。你们继续多揉几下温敷，它慢慢就松掉了，它这个可以好，好、哦，所以你的大腿，我现在开始处理。好，好、哦，你说两腿都很不舒服嘛，哈、哦，那两腿、大腿还有内侧，我们不管它前后左右，因为如果你学针灸哈、哦，你会被困住。我那时候哈、哦、被困很久，最难的是医师的观念，观念最难被突破，为什么？当时我在找的时候，我想外侧是阳啊，内侧是阴啊，那一定治疗有不一样啊，哦，所以我就开始分别心，然后开始找来找去，找了好久，绕了几年之后，终于知道原来还是一。也就是一个点只要揉对了，它其实没有阴阳，阴阳全部包括。那这样等于你看整个立体型的，在一个点上你按了，它全部都好了，而且范围那么长，你们想想看，那叫什么点？如果一针灸不可能，所以这个等于几乎等于怎么样？三阴三阳都包括，等于一揉就6条线了。这个是大开关还是小？你们就知道大，这个揉下来全部的都内外侧什么都通通好，那大开关才有办法。所以我终于理解，而且整个思想观念很多的障碍突然间就开阔起来了。哦，原来很多的障碍是所知障啊，从读的时候就开始障碍我啊，学经络的时候就硬生生的被这12条绑住了。好，所以我针灸10几年，最后这一套之后就不再用了，因为太好用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处理它的。这一点疼吗？啊，这里呢？这里也疼。好。啊，这里呢？好一点。啊，下面这里呢？好，那就是最疼的这一点，好，是吧？好，我从这里开始揉起。好。好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这里疼不疼？这里呢？哎呀，这边最疼。你好像左边比右侧疼啊，因为我左手没力呀。我左边整个都疼，上面也疼，下面也疼。是啊。那你左脚肯定更厉害。好，就这样。啊，不会，真的轻松多了。那你臀部温敷一下，好，你那个臀部确实也有问题。我常年4肢就是手脚冰凉，可能是不是也是跟寒症有关？啊，那当然有，寒的人筋比较容易绷紧，哎，确实是这样。好，太感谢老师了，不会，老师最辛苦了，不会，真的非常感恩。不会。